大宝一直在叫，是母鸟在拔毛的地点，可能自己在吃东西吧，或者也是。然后左边的是大宝，大宝在那个一直叫。嘴巴一直在动，一直在叫，然后母鸟在这边不知道吃东西还处理食物吧，一直站在这好久，至少半个钟头以上。然后还有一只，还有一只在这个石头后面这里，草堆这里，他们现在都在这边玩。Ah.